我要玩这个大的。那个是拍手啊，那个是罚球。去哪儿呀、啊，本盘？拿了吗？啊，拿去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这么小啊？条件有限，就只能买到这么大的。拿着吧。毯子后面有。毯子哦，哇，盖你的肚子，谢谢。毯子后面有很多啊，有吧有吧，我不知道有，我不知道有，我来之前买的，买都买了，你拿着用吧。有要毯子吗？啊，我这有。每个椅子上放一个得了，谁想用谁到时候就用。真的好吃，那是去找他了。那弄什么呀？弄点酱料，弄点刷上去。是吧？终于有你展示你烧烤的地方了，而且这么专业的工具。不是，我跟我那真不一样。那你那个是什么？我不太会这个。这个有什么不会的吗？这是我第一次烤这个。这个可以揭开吗？别烫有烟。你要看一下吗？对，想看一下。开始烤了是吗？躲开。哇哇，有种很幸福的感觉。这是给你烤的地瓜。地瓜呀？你要吃吗？要。不吃啊？我要吃。等它烤着吧，烤着吧。挺好的呀，他就需要被肯定一下。对，他就是需要小世界时候主动一下。好吃吗？我也想尝一下。来一半就好了，我尝一下。哎，给你一个。小诗还是很照顾小潘的情绪，很成熟啊。但小潘现在的互动好像没有以前阳光了，语气更低沉了。太走心了吧？哎，我们玩捉鸭子吧。捉鸭子怎么捉？捉鸭子，捉几只？抓五只。抓五只。抓到了。抓到了，或者没抓到，然后嘎嘎嘎嘎。可以。会不会？会。会不会？他不会。好。会。逮你。我还会那几只猴子上树呢，咻咻。还有一只青蛙跳下水，呱呱，对，这抓鸭子普遍一点。好，五六七八，抓鸭子，抓几只？抓三只。抓到了，嘎嘎嘎。抓鸭子，抓几只？抓五只。没抓着，抓鸭子，抓几只？抓五只。嘎嘎嘎，抓到了没抓到？哎，咋了？咋了？抓没抓到？嘎没嘎？哦哦哦，我没反应过来，怎么就嘎了呢？你针对我啊？是这个晚上？哦，我没反应过来。怎么我一坐下就冷淡了呢？那我站起来。咱们吃点。咱们今天我觉得要特别感谢一下潘潘，真的就是全程都在帮我们，是的，一直在帮大家。这个是什么？沉浸的快乐，沉浸的快乐。感谢你。反正就是，以后烤串没你我不吃。就以后烤串必叫他。对，必叫他。来吧，来吧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尝一下这个烤扇贝，谢谢。蒜香扇贝。我还准备了一个游戏，叫雕塑游戏，咱们去前面吧。雕塑游戏，雕塑游戏，咱们去前面。对，要动用到你们的肢体。哦，那得把外套。怎么玩？然后我们就是随机，就是打乱着走。我会喊数字，代表几个人。抱一起，放在一起。不是抱，那么想抱。这俩人。怎么回事啊你？不是你吗？就是我会喊三，然后这是三个人，然后我会喊，比如说三火山，然后两个人这样蹲着，然后中间有一个人喷火 ，OK 吗？行。那我们先随便走，就是随便走，随便走，随便走，就是大家越随机越好，这样才比较有意思。啊，粉丝。三个人火山，火山，可
可以，哎，被抓住了，两个字儿，多余。没有，该你喊了，还继续，还给我喊，哎，继续，来，当，两个人一颗活拳，活拳，谁，哎，我们快，谁啊？好像是你俩对吗？啊，你俩对吗？那边火烧起来，我们去那边玩吧。好呀，篝火吗？这样做还挺有意思。嗯，这也太棒了吧！请坐，请各位就坐。哇，太暖和了。因为有火了，想给大家唱一首。还得是你。这首歌其实写的是我对于爱情的一个看法，就是之前比较忙于工作嘛。其实很想遇到心动的那个人，就像飞蛾复活一样，不管是生是死，都先去奔赴看看。就是在你奔赴的那一刻，火是燃烧的，飞蛾是美的。就这样。好，我们一定好好听。这捧场了，捧场了。这个氛围太棒了，我觉得。身边的夜，我想见你。哇，好好听啊。嗯，是黑暗的那束光，未知的危机。哇，唱真好。我不会停止飞翔，不自约发勇力，在风好听，这首歌还没有发，所以现在它也是半成品，很想分享，因为今天有这样一个时刻，觉得挺浪漫的。谢谢，我们是首批听众，我们都是幸运听众，我们听的还是现场的版本，对，绝了 ，live。谢谢，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完善它。我真的很喜欢音乐，就想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到更好。哦，我拍个照片吧，我要纪念一下。好呀 ，OK。3、2、1。哇，这里太热了，我们往那边坐一坐，往那边坐一坐，这里太热了。我这里太热了。你要坐那边。或者挤一下也行，你这边真的超级超级烤。你那不行，太热了。还行。超热，脸要被烤熟。跟那边其实差不多。你没戴隐形眼镜啊，老张？没有，我戴了。那你送过去吧。没事，正好。挑衅？不是吧？他俩都坐那儿去了，都坐对面去了。今天上午我给大家组织一个冰的活动，现在又是一个火的，想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心目当中大家有没有对爱情的一些困惑。这也太困惑了，老张最困惑了。好奇大家对另外一半的一个理想型的一个状态。对，这样我问你个问题吧。啊，你问吧。当你喜